第一赛段影视化考核一共13场竞演，导演们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任意心仪的演员 S 级定级卡，无需考虑其他导演的感受。人民 S， 我要给施博宇，我就是非常看好他。哎呀，我选择给何昶希。存在着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，不是你可以随性而来。往下，何锦明导演出手了，继续努力，你们前途无量。不幸而荒逸。刚想避风，谁当岗啊？张连兰。活你说结就结，你说离就离，你说老几啊你？又烦又累又长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有人想给 S 级的卡片吗？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拿出来的。儿子，孙导演，我想给。哇！